对啊，本来就不是我，你怎么可以一直结束就直接把锅甩到我身上？我也怀疑是你啊！我的喵傻小啦！红色懒叫人，赞。苏冠宪跟那个汪恩是第一次玩，那你们有看看一下那个玩法吗？叫错名字了，有看。我冠宪，不是苏冠宪，对不起啦。冠宪，冠宪，冠宪。我想说，怎么小龟不在啊？没有啊，小龟怎么了？而且想说小龟不是玩过，对不起，啊、小龟也很久以前就玩过。对不起，可怜、啊，我跟你道歉。哎，开始了，嘘，这是什么东西？Impostor, impossible。啊，现在可以，现在可以，现在可以那个了吗？现在可以。Holoken， 先关灯，灯在哪里？跟这个 Jeff 走好了，他是我的队友嘛，先跟他走啊。要先叠快刀啊？怎么叠？没有人可以叠啊。啊，怎么死了？这个，喂，有声音吗？有。哎 ，Big Hammer 大巨锤太夸张了吧？冠贤，你有看到吗？有人开门，一开门就倒了，绝对是其中一个啊！一开门就有人倒了，太狠了。先抛尸体位置，哪几个？先让我尸体位置在研究室，然后我原本跟那个番薯走在一起。我跟他去解任务，解完面板放下来的时候，那个他就倒了。那时候 Jeff 跟那个冠贤刚好进来，不是点左键就可以杀人吗？冠贤刚好走进来，然后我直接看到你直接。对啊，我们两个从头到尾修一起走进去的呢。你们两个一起走进去，代表说你们可能是双狼想要刀啊，然后。那肯定是你们想甩锅，绝对不可能。那你觉得冠贤有这么菜，对啊，双刀吗？说不定就有可能零，那好不好？所以你们其他人的情况怎样？你们看到他砍了吗？先聊一下，他是可以投票。那个空间就只有我们四个人而已啊！啊，那个少方子直接变鸡腿啊！是说右下角吗？对，哪一个走进来？哦，你的永边那个少方子，所以。我只要点左下角的 Kill 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我的滑鼠都不用动吗？刀了，我跟他那么久，而且从头到尾就是我们两个在一起，要刀了。反正我看得很明显啊，就是黑色啊，我只能这样说啦。没有啊，你可以等啊，你可以等故意有第三者冲进来的时候你再刀啊。你应该要讲，所以你才敢动刀，结果你没想到他们是从冠贤，你们从哪边进去的？你们从下面进去的？他们是从下消除间进去的、啊。讲的有道理啊，我是 Keep 给你机会。没机会啦，买单啦，甩锅、哦！啊，这样可以杀了吗？哎呦，这怎么走进来啊？一点启示都没有。他把 Q、啊、他把 Q 闪干掉了。他把 Q 尸体在外面，然后他把 Q 上干掉了。电房之前有看到红色要进会议室，就是我直接冲去开电，然后我上来的时候都还没有看到尸体，然后开门的时候有看到粉红色进去修完走出来，你没有看到什么吗？我有看到粉红色跟你开场的时候，我跟 KYO 一起走那个。一起走到 WiFi 房中间那块 WiFi 房上面那块空地，然后我看了一下我的任务，我要往医疗室前进，然后就关灯。那个时候 KIO 还是活的，所以他应该是小秋儿啊。关灯的时候被杀掉了吧？对，关灯的时候被杀掉了。他死在哪里啊？就死在那个啊，电房出来电塔的上面，就是。我看一下电房跟油房中间，小心不要聊爆的那个电流机。反正我刚好像是跟汪瑞走在一起吧，汪瑞跟人好吧，我都跟着他们两个走啊，马上甩锅。刚刚去开灯的时候，我看到红色在我后面了，因为我算是晚进电房的，所以红色可以讲一下吗？
我刚刚好像是跟仁豪吧，还是汪瑞，反正就是应该是青色的一起走啊。我们从头到尾几乎是走在一起。好像还有小品吧，还有咖啡吧，我忘记了。反正就是有几个在，有两个在我后面，我只记得红色了。我有去电房。我跟启示方的走，我跟启示方的走就对了。气死啊！冠小王都在我附近吧？没记错的话。几个在我跟小雀的后面进来，那是哪几个？我因为我记得我跟小雀一起开门吧，对不对？没错。那时候我记得 report 灯还没亮，所以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有事。我好像比人豪早一点。我已经很后面，我应该倒数第二个还是第三个了，所以应该是我后面的倒掉的。那后面不就快贤跟那个黄色吗？没有啊，我还没有啊，我比人豪早吧。我记得是跟我后面啊。我记得是后面一点点而已，粘在几乎是贴在一起走啊。贴了，对啊。不是啊，这么暗，到底看到什么颜色也是一瞬间而已。对啊。到电影的时候不是都是关灯的吗？灯都是暗的，怎么看？对啊。Skip 怎么按？我不会按啊 ，skip 怎么关灯啊？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关灯？鬼关灯，还是这样就是关灯的状态？我先摸一下，趁这个时候摸一下游戏啊。什么意思？干嘛？虾米？紧急任务。好紧张哦，我很想按呢。冠贤，冠贤，你刚才怎么这样子杀人呢、啊？你太小啊！冠贤，你夸张了吧？尸体在哪里？医疗室，那个上次。对，上消毒消毒。为什么他们会知道？上消毒门口，欸、我和汪瑞刚走、哦。没有，因为冠贤摆在我旁边啊，然后他就直接刀掉那个，欸、是 Big Hammer 吧，还是谁？欸、不是，是谁？那我不是第一个倒的。哦，那个啦，国栋，他杀到国栋了，然后就他一刀下去，然后小雀就下来。假设他还踩小雀踩我的话，那就是双狼啊。那我是亲眼看到冠贤杀人。我也亲眼看到冠贤杀人，他把你妈死了杀了，我的天哪！冠贤，狡辩一下，狡辩一下。冠贤，你要狡辩啊！要讲话才好玩啊！对啊，你要说，我明明就是人好砍的。绝对不是，对啊，本来就不是我，你怎么可以一结束就直接把锅甩到我身上？我也怀疑是你啊！啊，为什么怀疑是我？因为你也在旁边啊，我有看到你啊。那小雀怎么也看到了？我其实是看到红色看、啊，所以我跟小雀是双狼吗？冠贤？也许啊 ，maybe 啊，不可以把锅甩到身上啊，也有可能是你们两个啊。你们刚把那个 B Hammer 夯出去，现在怎么可能？对啊，哎，好了啦，好了，红色好了啦。为什么他们知道？好了，冠贤，好了啦。可能还会有，可能还会被知道。怪贤是以为这里只剩下你跟仁豪，你想要张仁豪的，你想要张我，哇！你张仁豪我会信哎、欸，可惜我过来了，抱歉。No skip。哦，所以刀人会有动画、哦，要早说嘛！我以为刀人会跟那个天黑请闭一样啊，神不知鬼不觉啊。任务到底要怎么解？还是我现在不能解任务？太，我是老实人呢、欸，叫我说谎。以前说谎要罚跪两小时哎、欸，我哪敢随便说谎？哎、欸，小瓶子了，按圈圈可以关灯关门。完了。你们还记得第一轮的时候，红色跟黄色一起说看到那个 B M 的砍了吗？那这边应该黄色是蓝色吧？对啊。可是我觉得是 B M 要刀，但是那个谁冠贤双刀失败，你懂吗？可是你要知道 B M 已经出去了，他们已经两个都出局了。对啊，他们都出局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没结束。我觉得可能是冠贤太紧张，然后。就是因为他没有双刀到底，然后就想说 Big Hammer 都被看到了，所以他就想说，
人数，就是活人的人数比跟鬼一样，或者少于鬼就会结束。逻辑爆炸，票自己，拜拜。你刚刚那个，那我突然不知道怎么讲话、啊。好，逻辑爆炸了，我靠，你刚没讲冠贤，冠贤，这个Jeff 这个行为非常之好哎，冠贤你要学学人家，他硬讲，冠贤，他硬讲很好，太烂了。送你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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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喵